Fighters! Okay, we talked about the rule before. No headbutt, no hit the back of the head, no hit the girl. And don't hold the rope, okay? Not your go. Back in your corner. Judge, ready? Fight! 好，观众朋友们，继续观看比赛。接下来是一场71公斤级的对决，由中国功夫小光头刘连杰对阵阿根廷散弹枪马丁杰尔。而且刘连杰之前也拿过 CKF 的冠军，拳腿功夫都非常厉害，来自中国常州。且看他是怎么表现的。 好，双方开始，目前三场比赛双方的选手都是打正架，没有打反架的。哎，也就双方来说，攻和防都比较简单。刘连杰全猛腿快，转身拳，但距离太远了。马丁吉尔转身拳落空，前手刺拳。到现在两个人呢，互相出招，各有两次，但都没有实际效果。后手，对，这一拳又被遮挡了一下。对，好，现在刘连杰呢？ 开场之后给人感觉到一上来就要使出自己的正蹬，刘连杰爆摔了，倒地了，地面在阵地战。好，刘连杰在控制着，对方在雷声之间，裁判终止了。裁判应该是让双方到那个位置，换了一个位置。好，因为刚才呢，刘连杰挥拳当中受了影响。哇，我们看到这个阿根廷那个 散弹枪马丁还是防守不错啊！哦，起身速度非常快，哎，而且刚才是瞅着机会叫兔子登鹰，在下位。这个一个个要兔子登鹰啊，一个呢脚踢的非常帅。哎，刚才要老鹰抓小鸡，各施所长了。对，哎，好，哎，中了，非常漂亮，厉害，刘连杰。 在比赛里面可以看到他这个所有的摆拳动作是相当的威猛啊！对，应该是个后手直拳命中。哎，非常精彩，恭喜小光头刘连杰！哇，刘连杰可以说到现在来讲，给我们感觉到这个这招法呀，应该说十八般武艺，刚刚用了两招半。对，用玩游戏的来讲，就是他非常想套路。是的，是的。 而且对方的粉丝团非常的兴奋，对粉丝团非常帅，非常帅。这个阿根廷的散弹枪马丁吉尔在比赛里面给人感觉到，其实我说了这个，大家看后手马丁吉尔，正中耳根，正中耳根。马丁吉尔呢，从出拳到最后，可能没有一招能打上第二下，没有打上刘连杰的。我只是粗粗的目测啊。 还有刚才马丁的那个反身拳，他真的很实用嘛，因为我看他距离太远了，距离太远，对，是那个反身拳，实际上呢，非常讲究速度。再来看一下后手，再加下前手，直接 KO， 非常干脆利索。刘连杰在第一轮1分31秒将对手 KO， 女士们、先生们，刘连杰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na 刘连杰。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是原国际武联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武协会副主席吴斌先生为获胜方颁奖。有请吴斌先生为获胜方颁奖 ，Give the trophy to the champion。吴老师站这里。 So time, 看前面 1,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刘连杰。